不行，一开始要往下走，要躲这边。成功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成长点，太好了，我成功了。三张海报，传说的登山会，战风林火山，平成24年9月5日，于静冈双叶妖人会馆召开。日晴赏米饭。2033年12月99日，来刷牙吧。这张海报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今天都没有东西。条路没有。箱子锁。这个呢？有一张地图似乎是这层楼的，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，然后就是我们不是吧？1、2、3、4间房间，然后这边是门，这有一个隐藏的门，中间这里。又获得一个一楼休息室的钥匙，还是会有人走出来吗？没有这里，这样子锁，敲不坏。哦，这个门会自动关起来。那这一扇门又是什么？这里还会有东西吗？没有。这边呢？它这边是不是还有一扇门？一个空间？所以，差不多下面甩两格吧。这里应该还有一间房。啊，有了，抽屉的钥匙跟硫酸。这里，硫酸可以干嘛？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楼梯间的钥匙，里面还有一张纸。那东西至今一直都没有找到，一定要在那位大人复活之前找到才行。对那位大人来说，那东西是唯一的天敌。解决了那个东西之后，就可以迎接那位大人降世了。什么东西？他们又来了！要用硫酸吗？要用硫酸吗？先撒在地板上之类的。先撒在地板上吗？这里。用硫酸泼僵尸哦。用硫酸，这要撒在哪里？可是僵尸来的又快又急。这里，要怎么用啊？当然没有办法用啊！硫酸要拿来泼僵尸的，躲在桌子后面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？
一定要先看过才能拿。有小房间的话，好像会跟进来。我先记个路好了。这不是这里，这一间。它有两只僵尸诶，我觉得一只也就算了，可是它是今天是两只，两只就不太可能躲得起来。这边有东西可以破坏了，来把门堵住之类的。都没有。还是说要先用在哪里？哦，对哦，从地图上可以获取两个信息，我知道啊，这两个信息我已经知道了。好，这个我已经知道了，然后，也许可以藏在某处。藏在某处，按门吗？所以就按门咯。哎，真的哎，他们就进不来了。哎，屁嘞！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到。可恶，被他表了。玩父母也切开还是黑的。父母也切开果然是黑的。所以我们要藏在哪里？柜子刚刚我已经调查过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那个。能藏的地方已经藏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躲久一点吗？躲错地方了，左边的冰箱，耶！躲久一点没有用，因为我躲错地方了。躲的位置本身就是错的话，提示就不会改变。对门用硫酸吗？好像没有用吧。是对门用硫酸吗？这里目前还没有。还是说其实这边有那个，就是梯子之类的？桌子后面吗？对，是这里。我躲的没错吗？在抽屉里找到的。这边应该不能躲吧？这边有东西吗？这边没有东西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对啊，躲密室绝对会死。砸砸看，没有东西。砸箱子，
打箱子没有用啊！好了，我要再出去一次喽。不会放，记得把那个画面遮起来。离岸 C 就没有啊，就是说找个地方躲起来啊。也许可以藏在某处，可是我不晓得我们藏在哪里啊。咋、啊，这边地下也没有东西。好啦，我再出去喽。那我再出去喽。好喽，出去喽，去吧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其实很多东西看久了就没有什么，就没有什么会害怕的啊。这里，来了，哦，没有啊，哎 为什么一个走出去了？这里可以躲，办公室后，办公桌后面可以躲。更没意义吗？好吧，这里吧。